我是九月，国庆准备去哪玩呀？给你介绍一个放假拍照的好地方，这里收集了几万件世界各地的中古家具，而且布置的特别有调调。很多粉丝说喜欢我家里的装修，问我这些东西都是哪里买的，今天就带你们去中古家具市场看看。这空间好大好宽敞哦。是啊，而且它的内饰很好看，坐着很舒适。你好，大众，导航去西洋记。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一个超级大的仓库，里面有3万多件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古董家具。你如果喜欢那种中国风或者是欧式复古，这里就是不错的选择。到了，你看，以前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纯手工制作的，细节都特别精致。而且这种刻着历史痕迹的老物件，感觉都自带故事感。东西基本都是欧式的，不过你看这个青花瓷其实是荷兰仿造的，有不少东西都可以看到东方的审美元素，因为中国文化强盛的时候也早就影响了西方审美。哇，这个好好看，好看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不太适合我，都花时间挑一挑，还是有很多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的。哇，这个不错，做化妆凳。性价比还是很重要的，就像上汽大众新朗逸，有着格栅前脸和 LED 前大灯的经典复古造型，又有超大尺寸车身，驾乘非常舒适，100公里才6个油，回家。